白的有一圈儿。然后有时候变成菱形，有时候变成几朵花这样的。你给我看你的羊的。今天你肯定给我看一下，是吧？我看到你是。我们今天就是看咱们到时候啊，算命的，像我媳妇儿特别旺，我就是全部。又不给你媳妇吃饭，每天就吃点猫粮。我们那成都有一个，他们家人啊，他们家姐三个姐妹。